这个角度不太好看，但是先这样吧，先这样吧。像右边这个好，比较圆润一些。今天好像最高的这个观看人数曾经达到10000多，我是看错了吗？没看错吧？然后现在就掉下来了。之后像这条纸我会从上面一直连到下面，是特别大的一个纸。在你看迪士尼那些动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公主裙长摆比较长摆，裙子的这个下摆这儿比较长的这个下摆，它都会有一个从右边从没有的时候出现，然后变大，然后变小，总会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想用猫猴实现它的时候，你就需要充分考虑，充分计算一下会出现几个褶，哪些是主要的褶，哪些是次要的褶，它们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这我们在动画阶段再具体去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还是在美术阶段。我们在美术阶段先实现这个模型，然后在动画阶段再修改这个模型。很难在就是美术阶段，在这个其实这个建模是属于二次创作，在这个美术设定的基础上，然后考虑它的结构和就是线条搭配的这种感觉。二次创作的时候能考虑的问题，就是能解决的问题，最好还是集中在美术方面。像这样我会多增加一个基点，然后让这个褶动起来的时候会稍微柔软一些，它可动的范围会大一些。这个褶也可以弄小一点，像这种跟边缘相接的这种褶，我都会做成虚的，就是不要结合在这儿，放在这儿，这样就是稍微断开一点，这样它会有一种透气的感觉，然后你做动画的时候不会太痛苦。你这如果连的，你真的连到这个边缘上了，就结合上，结合到边缘就像这样，那么它就始终是在这儿。你这个褶转到左边的时候，它也始终只能连在这儿，或者把这儿衔进去，总之是很痛苦。所以就不如留下来，留一点。尤其这种白褶裙，其实你很多时候你看的就是它这个皱褶的走向，皱褶消失，皱褶出现，新的皱褶出现，然后旧的皱褶消失，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外侧这个小裙子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前面还有一个小蝴蝶结。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节点已经堆在一起，就很多，然后看起来有些乱。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再开一层，这样。作为一个辅助层，然后这层我们专门来做这个节点会叠加的这一部分的模型。这边像这样的蝴蝶结，其实我觉得在这边是稍微鼓起来一点，像这种，但是我又不想增加节点。然后我认为这个蝴蝶结，我判断这个蝴蝶结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区域的波动，然后我就按住 Alt， 之后就改变这个贝兹手柄的这个单边曲线的区域，像这样。那么我节省掉两个节点，制造了一个看起来比较不错的曲线。
谢谢，又有大佬给我投喂了，这大佬投喂了不少东西，蒙面小咖。之后你提问，肯定我会优先回答。居然给这么多好处，肯定要给一些优惠。谢谢投辣条的。小恩还是很牛啊，白银宝盒，爆出冰可乐。谢谢各位大佬投喂。然后这蝴蝶结大概就这样，然后我们来做它下面这两片儿，这个。以我的习惯，就会直接结合在前面这个蝴蝶结的边缘处。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两个节点。虽然现在猫猴，就是不只是猫猴，是说咱们的这个机器设备都很，就是说这个就是算力都很高，然后可以就是接受很多节点。但即使是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猫猴它优化的现在也不是特别好。就是你节点一多，它照样该卡还是卡，跟你机器的配置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节点多，挪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你这个文件负荷比较大，比较容易出问题。所以我就习惯这个节点越少越好，然后但是只要够用就行。这是一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文件还是那么复杂。这个只不过你要是没有这个习惯的话，这个文件不只是复杂，而且会出错。养成好习惯，看我要 Ctrl C V 复制粘贴，然后左右翻转，在这边，然后 delete 一下。然后用磁铁工具把它挪到相应的位置，差不多的位置。这个其实你可以结合在这儿，但如果你结合在这儿的话，这个线如果这条线这个褶，你希望它有线宽的话，它可以粗；但是如果它如果结合在这儿的话，这两条线，这条线和这条线的线宽就会一致，就会有些影响效果。哇，小温，这是打算把我喂肥呀？好呀，再来点才会肥，现在还不够肥。好，它的蝴蝶结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它的脖子上的项链，这个还没有做。谢谢，已经很多了。我已经咯咯了半天了，然后这个项链我都会倾向于这样，长点、短点、短点、长点、短点、短点、长点。熟悉我的同学就应该知道我现在在打什么主意了。对，我要用线段。用线段来做这个线段的这个项链的厚度，比如像这样，然后我会。进行线段着色，着色这是一个底下的颜色。
这个小蛋都先除一下。比如说，你把它线宽改到6，然后颜色稍微改成灰色的吧，就是一个边缘线的颜色，然后在它上面再附上一层白色，就是说这个项链本身的颜色，我们暂时把它设定为白色，或者有点偏蓝色、绿色这种。之后把它的宽度调窄一些，这样。然后，看这儿，吸取一下，然后再次着色，吸取一下前面的颜色。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两个小球球，然后跟这个项链就有遮挡关系，看起来就有这关系。它的下面的这个也一样，到前面这段，像这个部分是比较扎眼的部分，所以我们就这两个球就不能单独的在那个，就是不能把它们一起上色。一起上色的话，它们是没有遮挡关系的，像这样，它们就合并了，是没有遮挡关系。所以它离我们比较近的部分就需要稍微做的细致一些，当然就麻烦一些。谁让他离我们这么近呢？没办法。这个其实，在我们调动画的时候，尤其是你调转面的时候，也会很痛苦，因为它一个转面，就是它的关系，遮挡关系是有一个逐渐的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啊，麻烦就只麻烦这一次，为了得到好效果，拼了。我们现在处理的主要是这个颜色块与块之间的遮挡的关系和它的形状和轮廓的关系，还没有到特别细致的颜色，然后它的这个小高光、小阴影这样的细节，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哦，我的天，后边还有这么多，来偷个懒儿。那么现在这个项链大概就是这样，要着色的还有这个蝴蝶结，比如说像这蝴蝶结着色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先把后面的着色，可能这片儿，主要是为了先吸取一下线宽，把它一个个调。
算了，还是就这个颜色吧。之后确定颜色之后再挑。先做右边这一片，中间这块最后上。这儿几乎有点紧。然后我们再把下面的身体部分着色，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即使说它显示出来也是这样封闭的区域，我们可以给它着色，就是裙子后侧的这个颜色。但是呢，如果不这样着色呢？比如像这样，它也是一个封闭区域。我们同样给它，可以给它这样着色，这也是方案之一。然后，但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在你叠颜色的时候，在后面一层、前面再一层的时候，可能会显露出后面的边缘线，就会莫名其妙的出现白边儿或者是灰边儿，像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更安全的方法还是类似于像这样，就是只把这个裙子的可能会露出来的后面的这块颜色来着色，而尽量不让它影响上面这块的颜色。然后也是我们给它吸取一下这个上衣的灰色。够灰啊！它再深一些。裙子就是后侧的颜色。然后我们来再做它的前面的这片的颜色。大家会发现这一片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